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有一间，不是今天吧？上个礼拜。上礼拜。他都嘟嘟嘟一间电话，请问。大家好，我是。桥本事务所。好了，今天什么废话不多说，什么系列？留学系列。我要讲什么？你要讲的是不需要宿舍费的学校。你在讲什么？不需要什么？宿舍费的学校。对，不需要住宿费用。你听起来不可思议。整个留学来说，我们以留学会有哪些费用产生？大概啊？先选考费。选考费就报名费，还有报名费，还有学费。学费嘛，还有呢？还有宿舍费。宿舍费还有呢？没了，没有。吃饭也没有加班啊。不要吃饭喽，学姐，你最近瘦。不用吃饭吗，学姐？生活费。吃饭费、生活费、交通费，还有交通费，还有。还有什么？选考费我们就直接把它当学费，就学校的费用。住宿费就租房子的费用，生活费就吃饭、搭电车、买有的没有，去听蔡依林演唱会之类的。有的，你大概是这三个：学费、住宿费，还有那个什么。生活费，这三个哪个最贵？对啊，不是，住宿费比较贵。对，我就先抓一个很极端的900,000好了，了不起那学校大概就900吧。计算机还是要出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答案？900,000除以12一个月多少？75,000。好，那你就说，可是租房子也不用到75,000多啊。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大概租房子平均啊，大概45,000可以拿下。对，然后一般来说，我就抓便宜的，都不抓贵，我抓40,000。水电要不要钱？要，要嘛水电要钱。水费不要计算，因为水费很便宜，就跟台湾一样便宜。比较贵的是电费，因为电费日本一度电，大家复习一下，帮学姐提醒一下，一度电多少钱？看你，一度8块了，一度8块，它其实是5块，然后它有三个级。第三个集聚我不知道，第一个集聚是5块钱，但是我说不是5块钱嘛，不是50块钱你用不到，原因是你一下子都破，我有点忘记，好像都破100度吧，破100度它就变一度8块，那假设你一个月吹个400度电好了，就一天10度，因为要吹冷气暖气啊，假设10度的话，那你是这样子400度的话，那你是不是84×303000多块？是，那是加个10,000。那是5.5万，差不多是这价钱。哦，贵耶！不会啊，15,000，就是反正水电你就抓15,000到20,000。对，所以一般来说，学费大概你平均下来是70,000多，算70,000。一个月70,000。70,000多好了，那你住宿费其实是5,000多，算6万就好，因为还有什么管理费。那你一般来说住宿是6万、7万，所以住宿费跟学费两个是等于的感觉。那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东西嘛，你可不可以打工？可以。那你打工的话，我们就一样，就拿出我们这个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，计算机，1个小时1000块，然后一周赚28小时，因为入管局规定，对，最多你就28小时一周。对。那你一年也不要做多哦，一年52周，你也不要做那么累，你就是休息2个月，做45周就好，就2个月嘛，那。算40周就好。好，那你是不是可以赚100多万？100多万。对，那如果假设今天学费好120万，我学费是先减的。学费先减的，先假设120万减学费，我就先抓80，抓90一样嘛。那是剩30万。是。你如果不用住宿费，你是现有30万可以花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有一间，不是今天吧，上个礼拜。上礼拜。他都嘟嘟嘟一间电话，请问主任在吗？我是XXX学校，听说你们很有名。然后那间学校就说，我们学校有个特色，说我们不用住宿费。说是真的不用吗？他说对啊，他们不用。我心里讲完，好好。然后他翻过来的时候，我就上网看了一下。是。他学费不到80，会吸引到一种，就第一个预算比较不足。对，第二个是他不一定要在市区的学生，他有一点语言程度，然后他不一定要在市区，然后他可以选择比较乡下的地方，然后要注意乡下没有不见得便宜，
反而贵，因为他几乎不交通，还有很多他是不租外国人。哦。可是像有一些学校，他就会直接含住宿费，像这一间就是。然后他含的话，你等于是每年，假设如果你打工，你是会多30万。对呀、啊。所以他是适合那种程度已经好的。因为乡下有一个致命缺点，你要找工作很难。对。你要打工也有点难度。对。就是他可能就只有那附近，所以你语言不太好不好找。对。懂吗？就是我都会跟同学说，你语言不好，真的不要去乡下，真的找不到。不要想说风光明媚，那边打工缺少到人家不要你，他直接就还是找会讲日文。而且，好山好水好无聊。不会啊，像北海道有好几间，我不是要讲，有一间是真的远，然后那个远到泰国同学直接说，那个他们都不会去，因为太远，就是他便利商店要坐两站火车。不要说乡下的，光是神户我就不太妥，因为神户就很集中，还有横滨也是，它就很集中，那个区域才需要打。就那个区块，对，就那个区块才有打工。你离开那个区块，其实打工不好找，所以你语言程度太低，其实你打工会不好找。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去神户，你是不是常常要去大阪找工作？要坐车。对啊，就很远，你就要去京都跟奈良还好，是因为那两个是大观光区，所以都还有要找不会语言打工的那种。可是像有一些都市型的，他就可能没有。所以你语言程度好。不错的，然后想说我就是去练练口语，去休息个一年，这种就很便宜，其实就可以去计划一下，因为他等于只要学费，我就他是好像76，就算80好了，那台币也才16万，等一个月10000多块，是不贵啊，因为他住宿也不用钱啊，对啊，所以水电也不用钱，去那边身心灵放松，是不用的，是。大家对乡下还是有点幻想，我有幻想。对啊，因为你也有时候去一阵子，可能还好啦，他那个区域还好，算是那边的市区啊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有一些学校会用这些方法招生，可是你要先想清楚，不是说啊好便宜我要去，不是，你要先想一下说去那个地方你有什么样的优缺点，这个还是要先了解。好啦，每次结束我们都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请同学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。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不要贪便宜就去哦。那日文程度不行，真的不要去想象，这是良心推荐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拜拜。拜拜。而且你看，你今天穿的跟昨天是一样，上一集一样。你要穿成阿哥里主题。你看就知道蔡依林粉丝。蔡依林粉丝演唱会买耶，我们公司都会去看蔡依林演唱会。五月天、蔡依林、苏打绿。超大的，都是难买的，超难买的。我连什么办公室楼下叫什么哪什么路我都不知道。你叫旁边全家那间叫什么路？我也不知道。